心会当这条灵魂，咱有穿入来这条心，这拢是顺着无缘，献伫清净的心意。我有恢复原形，这是咱清净的本领，无形的灵性，转入到清净的本心。天灵是元气，恢复是天理，顺着原来的心意，对着元天的心，我以清净这条灵魂，真理拢是天性，看现是无娘啊！我有这点清净的心，对着原来这个灵气，上苍的灵源，转咱顺利的心意啊，是清净这点灵魂，转入来现世的心。我有这点青天的本领，恢复这么顺的性，天元的灵气，定落这么顺的心性，这是元天这点性，恢复咱的本性，是灵魂的灵气，定落先天的顺心，是咱顺着清净的天，啊，无啊来讲，这么稳的心，是清净这点灵气，我爱显明顺利的心，拢是安住的灵性啊，转伫上苍的灵源，恢复。这是定心，这是咱的元天本性，转咱清顺心，是咱有这点灵源的心，咱再来讲显明母啊的心，这才是咱转的清天灵，母啊。你讲上天有好生之德，就是咧讲咱即马即个灵会当清到原来即个本性，嘛是讲咱拢上界欢喜要倒转来往生即个本来的福德性，是咱即马要讲的天性，咱才有这么顺。的心清，我以原形一条灵气，要来转着灵的顺心，这才是咱通的本性。母娘爱咱对现世的心清净，真理是天灵来，显露是顺表意。走向清净，咱的心定。我爱是对着即马的心，这个心就是咱讲的，咱的自心。自心就是伫善恶的顶端，嘛是会当讲无这个恶伫内底，这叫做自心。是咱用着这点灵气。上界善智，上界善良，这个心，我有这点清净的天界，来到着咱今嘛咧讲的本源本性的真，是咱取到清净的天理。老母啊来讲，对现的心，
真源本意是天灵气，悟出一条清天灵，转咱回复则是灵气啊。是咱用着清净的本性，阿母来讲着遮尼啊顺的心气啦。对着清净这条灵性，我爱显明即卖心气，伫咱行的这条原神，这是咱阿母啊伊的本性。我传的是母娘伊的心气，上苍的灵源，恢复清净这条神，爱咱定家遮尔阮的本心啊！天元是灵天来，恢复清净则是天意，传来清灵则是道心。这是咱安住这条神啊，造母娘啊，遮尔阮的灵魂，真元的灵气，显露顺家的心定，有咱这点清天的灵源，咱有母娘这点气，恢复清净。咱的顺心，真愿的灵性，恢复清净的本灵，是咱原来现世境，是咱有主的心。天元是灵天神，转到稳定现世命。真灵现开是天性，转咱道家是顺心。天元的灵气，无娘清净落家啦，现咱有阮遮尔静，清天有元神，是咱灵元现世性。是咱归零无净，天地是灵天界，回得本灵自在，照体元灵是道如性，开元转咱顺命，真元现露是灵化身，转咱归落现世形。受咱一条正法心，传咱无形正性。天元拢是天理，无形化开顺心。真元本意是天性，无娘出家现世，是咱一条清天的灵性。是咱转入清净本灵，得到清净的天理，咱看有现世的心气，恢复的灵性，转咱心的安静，真愿是天灵的真意，带咱无娘落界顺心。是咱有阮这点气，是咱转着清净咱的心性。天元是灵天性，转过的是无娘性，是咱观天的灵性，是咱传达无娘的本性。天灵是落元心，转咱出窍是天心，无形注定是心形。我爱现世转清，度咱愿天这点理，清净来到无娘意，显灵转开是天爱。
定咱在世是心在，有咱一条正法正天理，传咱顺无一条心，现咱清净落法界，灵源有主现在。晴天顺路无让伊，显灵度化清净的心，是咱原来无让去，回到清净咱的心境，照着原来这条灵魂，在世我用心顺，天元本意的灵性。转咱清落心，天理是咱顺定，无来显明是顺去，用咱行则是落心，啊无来讲则是本领。天元闹正落心，爱咱转是正天心。无形的天界，转咱清顺利，这点则是咱的天元灵气，恢复则是顺落来的心呢。真法拢是天元，教到咱这么顺的心境，有咱一条清天理。道咱归顺天意，一点灵魂是天性，转咱无形是天命的，上苍的天愿，使咱清净这条心，这是咱老家的本领。青天是灵发性。转咱归元是落灵，现世转开是咱的心气呀、啊。对着清净，咱一世人，我爱是真嘛灵的本意，清到原来这个心内底，我爱咱行的是顺这条心。这就是咱通灵的天界，母娘爱咱照先天这个灵性。今仔我行的是这尼啊顺意，这个是天界路心神呐。上苍是天灵性，爱咱见庙则是现成的，我爱则是顺家。很清，这点怨天咒咱的心，你用到原来迄个本质，因咱爱是先天的灵性啊。世间咧讲个讲，叫做清气的话啦。啊，若咱灵神咧讲，叫做清口啊。咱只有讲自身的话呢，尔，这叫做清口。心嘛、啊。无这个恶啦，啊，这拢是好话啊！情愿是天意，悟到清界，则是道心。有咱一点灵源的灵气，爱咱现清顺心。无形安住是天性。教到咱这么稳是天灵，有咱主要的灵气，无娘来讲则是顺性。显露是这条原形，老母爱咱转是天性。这点有顺的本领，咱来转回清净。是咱一条灵源灵气，是咱来悟出清净的心，这是咱青天本领，嘛是咱回无安静，一点灵源的天性，
爱咱全会清零，一点怨天则是灵气，会着清净则是顺心。天元是灵天界，恢复是心自在。真元本意是天灵，传咱清则是元心。灵元是天意，奉着青天落心，转咱归落现世病。世间传来是天意，清净归咱自己。灵元现世是归心，灵魂老照无异。开元转咱落心性，天灵是为无去，转灵是为天时。人讲清道是天元心，教咱自现是元天灵，无形显开则是天意，悟出清净则是芳味。道到正天是灵源，先天道界是心境，法界是咱的心气，转咱在世是心境。天元是灵天啦，道无灵是现世界，上苍老照灵性，爱咱来团金无灵。青天五来出天理，西王正驾顺天。上来本意是天性，开元在世是高性。一点青天拢是天意，悟出这条元心，真元的天界，照着青天心在。元始是天灵的真意，开元是无量机，青天化开无形定，上照天元本落性，灵元灵性是天界，悟出这条清气的心，这是咱传化这点气。来到元天，咱的心性，真灵的天元，无形转落是心气，度到清净则是顺利，应咱传来会无成，爱咱转则是上天神，一点灵魂有灵气。爱咱转个这么顺的心性，天元是灵天本性，拍开清界咱的心境，度到灵元这条灵，恢复清界咱的心意呀。这是咱传化这个灵气，嘛是因咱心内这个神的性诶。真灵显开是咱道家，在世出应是天命，归咱原始的灵气，转得心清灵，恢复这条灵气，在世因咱心静，教咱团这条灵，照着先天的真性。传咱在世显明，献开无量这点气，收咱元天这条心。上苍有路定咱爱，先天转嫁正神在，这拢是清净的天意。一点灵元顺天，以咱元天本性，悟出这条天命。真元是天灵的指令，
我爱来讲，这是现实性，有咱注定的本性，悟出一点清咱心，真元的灵气，献开清净的心，咱有无量的天界，再来讲一点元天自在，是咱现世的天。打开咱老母的心，显露是上法界，安住才是现性的。我爱是正天本性，悟出在世间咱的天灵，真元是天灵气，显露是顺天理，行回这么稳的心，咱再来讲现世情。一点青天的灵气，咱来讲着对现的心，是咱恢复清净的心，带有咱这么稳的灵气，拢是悟出先天的本性。咱爱是现代的灵性，来讲着无形出神，现到这么顺一条灵魂。归到咱今仔的心注定，因为这是天元的武器，传伫我今仔纯净的心，拢是这点灵魂恢复咱的本性，是我今仔用着清净这个法界，顺着通天这个自在，合咱这条灵元的灵气，转过着清净。咱的心性，这是咱看现阿母啊伊的灵性，嘛是咱行清家己的心定。有咱这条灵源的灵气，咱再来讲对现母娘啊伊的心，真法本意是天性，我来清净是现世。我爱是这么稳的灵魂，这点灵性是天理，有咱为主是灵气，这是咱传法的本性，灵源是天灵性，打通是现世性，有咱兑现的灵源，这是咱清净这么稳。是咱行的顺气，灵魂是现世情，爱咱转的是先天神，灵源这点灵气，转伫咱的心修养，咱爱拢是度家己，现伫咱的灵源最基，青天无形转落来，心中有母出天界。一点灵天本性，转咱瞬间显灵，是咱在世这点气，向着咱的源恢复清。这是咱瞬间的天性，复发复原咱的本性。这是照着咱的心空空，无形伊的灵性，要给我来转清我的心。我用着无形的力来讲出着现主时的道理，这是咱通灵脑神转过着我即马灵魂的本性，转到咱这么清的天界，我只有用心表明，道着原来这个真理，咱只有应加无量这个元气，大刀显法。咱的心圆圆，是咱无形这个天理，中心为家落性，现咱转开清法界，一点灵光度咱心，照着清净这点灵，咱造元天的神，拢是现世的主头，我造这点。灵魂的灵气，启出着我即马这个金头，
拢是源头的灵性，要倒转来咱的本心，这个道。我爱是先天这个法力，无形中这个天性，至高这条原型，是咱用着清净这个天理来甲吸倒转来咱的灵气。我有这条本源本性，中央啊，找出着我的心。也咱爱是互相的道，互相就是咱今嘛倒转来上观归位，无有凡世间这杂乱妄语，这才是咱清巧的天界。一条心嘛显会开，拢是这么顺的天性。我要甲咱讲，只有真心尔，去掉这有形相，咱要破相。我伫相内底，你伫只玲珑鹅，伫只拍甲球，这是咱通天的灵性，上界稳定咱的本性，因为咱要往生。所以讲，只有咱即马这点灵气，我有这个因，咱即条果要提倒转来。这是咱传法这个灵气，上界源头这个真理。现在咱的青天道家是咱一条健康性，也咱爱是对家己这种慷慨的心，安尼我才会当讲顺家咱的灵性，真久长咱的性命，拢是献开咱的天理，咱才有这尼啊清归元，灵天有母有灵气。转咱清净是顺心，予咱这条清净的心，咱再来讲顺家这条心，是咱清净这条心，是咱因着无形稳定，清净有路有灵气，转咱清家路心，是咱有稳定这点灵魂。是咱搁再顺转来，这条心青天无形转落来，正天正气传得在，上苍有路显示明，定我这条元气。这是咱出家虚空中落定咱的灵，青天有路在世行，我在无形定心。以咱清净这个天界，是咱的祖气满满。我才有这点灵魂的天意，表明神也自在。是咱行回清天的心，放会松咱的自在，因为这是天意予我。所以讲，我用着这条灵魂的灵性，平平静静。安安平平，这是神啊，是咱归来这点灵气，无担忧，无担心，无担负的这条元灵，是咱有这点清净的心。我再来讲顺家现世神，一生只有担任阿母啊，和我讲的话语，这是我的任务。所以讲，我爱讲的是天意，信任我家己，恢复母娘这条原性啊！这是咱传法的天界，一个人对个人的信心发生，拢是真理的天性。我要行的是正法的心，这是咱恢复天元这粒心。嘛是咱的脑中心，这尊神，这是咱传法这点灵气，个人的接受的完成。伫咱今嘛行会出来的灵魂，我只有转着咱的心，这个灵也出现，拢是这个分秒中，我就会当形容这个真，这才是咱触到的母娘伊予我用的。是咱照着灵源的灵性，
咱大多自然这种产品，这才是咱的成品本性本质。因为我要讲的是先天的原性，流出来这个泉水、甘露水，上界清气的这个心内，咱的真源的真水，这是咱先天本性。转到咱这么清的心定，灵源的灵气，是咱正法这条本性，显露是正法的灵气。我爱正法，则是道心，是咱一点清净的天。咱再来讲顺家显露心，有咱一条清天的灵魂。咱再来讲顺家定咱的心，显露是灵法界，转咱清则是顺行。咱爱是无形的本性，是咱有稳这点气，是咱来讲道家这呢啊静，这点元天的灵气，咱只有讲顺家显明。这点元灵伊的本性，咱只有出家，咱的心定，是咱为主这条性，是咱搁再显露清。我伫无形中的灵气，转过着我的心平静，这才是咱的真主。因为咱要找的是自然的心意啊。天元本领是天性，现咱无名这条心，这是咱先天的运行。真理徛伫咱即马咧讲的话语，这是咱传法这点性，心内底啊这条圆净，这是咱的圆能发射着无形的力。因伫咱个人的修行，咱再来讲一条清气。因为我爱是正法的心，天元本意是正天理，看现无相先天气，是咱净出这条性，是咱无量现开，听天道家照天理。清灵度化照灵家，现咱清净是天意，看现顺家是道心，天元本性是天意，灵元度灵是慧机，咱爱清天是灵性，做人传音则是天灵，是咱元天本意。是咱的心专清，我爱是直通这点灵，嘛是咱母啊这呢静，恢复清净的心，咱只有来看这条灵啊，无形安住天元时，教咱转回正天理，拢是找出先天的心，这是咱元天本性。教甲咱这么顺的天灵，是咱原始这点灵气，是咱搁再顺要恢复正。天元本意是天灵性，转咱称呼是天灵，爱咱度化这点气，称天是灵天性，爱咱看现是道心。咱有这条清家的心，这才是咱落定本意。先天见咱灵性，转回心安静，这是咱顺家的天意啊！清净拢是天性，看现则是咱的心灵啊！这条清气的天性，咱只有来讲顺家无心。天灵本意是元天师，转咱回母是上天意，灵元落家是灵气，教甲咱即马心清气啊！这拢是上苍的法界，
咱只有母牛这个气蛋尔尔。今仔我爱是先天，伊是清气象的，伊是咱即马咧讲的，伊是明气的、清气的。今仔咱要学母牛甲咱调教，咱的心一定要放较空空，咱才有先天这个原料、原形、原味，甲咱牵成。照着这点灵气，世间咧讲的无为、无心、无相、无法、无物，这才是咱的通灵。今仔咱是来讲的，咱即马要咱讲的，这种天然的，这种天生的，这才是咱的原真。出现伫咱即马一时，就是一旦，我会要讲的，这个灵气。这就是顺着我即马爱传的，我接到母娘的命令，我会当讲应咱的庙中，我就会当用着心来体会，讲出着母娘这个来意。这是咱清净的天理，心中啊，这个原性拢是清气流流的。所以今日咱要讲清气，就是你即马讲出来这个良话。良性、良善、良智、良能的力，这就是咱在世的天理。要研究咱家己的心口意，这才是咱度家己的灵性。世间呐、啊，咱佛慧本这个无，这才是咱通天的本性。脑海中只有咱先天的心，而咱爱是正天的灵魂。今日讲的拢是讲水，水上界大个，咱只有讲海，从道敢若亲像海咧。因为咱这人有60%至70%，所以讲咱要讲这个道，道一定爱恢复咱的气，气就是水啊。所以讲有气体、有液体、有固体啊。今日要倒转来咱的太极，当然爱。阴阳两气合作会，对善恶比起来，这个自身，这个放生，这才是咱的真道。是咱要来讲到这个嘴水啦，啊嘛是咱来讲的灵元灵气啦。这就是咱世间的用行。在咱五行中，咱就会当找出到咱东北甲西北，这个乾甲坤。所以讲，依咱这点青天的真，咱再来讲顺家这样的阮的性，显露是正法心，传咱有宝这样的名，这是咱转的清净的气，因为我爱是顺着这个心，咱再来讲顺家这个气，有我这条清净的天理。因为这拢是先天的本性，咱再来讲顺家显的情，对着原来这条线，因为这是咱的本源本性，咱再来讲回报安定，世间所有形体，只有咱的水啊，一再生，一再大，所以讲是咱用着这条青天的气。咱再来讲顺家这么静的心，有咱得通这个灵气。咱再来讲落家咱的天，我有这条本源本性，照着现代咱的本性，灵魂然后这点气，咱再来讲顺家这条心，天元本意是天性。爱咱转来是天命，咱有这么顺的灵气，拢是得通这条线，拢是主要咱的心，天元本意的灵性，现咱出家清净，这是咱道家的心啊。天元本意是照天性，五出在世是照咱的心。这是咱应发这个天理，嘛是咱徛正中央
这个灵气，因为我爱是先天的合合，这条灵气的本性对着咱的清净只有中立，安尼才会固定。因为咱无爱偏，嘛无爱过悬过矮，过悬就是逆脚马，用逆脚马你挡袂久，逆脚马咧行较紧嘛是袂久。今咱用旧的较轻松，嘛是袂久。现伫咱即马即个灵气，用咱的身躯去接纳，咱就知影，一定爱自自然然较久长。是咱用着即点灵气，咱再来讲顺觉，啊，这就是自然的物件。所以讲，咱一个心道要传会久长，你一定爱照着先天的力。安尼来使力，咱才真正会勤力。因为一世人嘛，咱要学的是真济真济，毋是干那咱即马咧讲的，啊，你要背这物件的呢？因为爱照着天空来配合着你即马世间你所有为世人甲即马知影，这个内容，这个内情，是咱要来讲着这点灵气修行啊，咱的内定。现伫咱的原来本意，咱只有找出着空气，因为咱每一个人拢爱呼吸，是咱即马咧讲的天理出入，因为咱呼出去吸入来，这就是咱这条青天的灵气。咱活用世间，咱的心情是咱对着现主时你的接纳。安尼我再来讲着正觉正理。因有无形的力啦，我才有这个资料来直接登记记载。因为这是咱的天元路性，要让我恢复本来迄个圆满，是咱要倒转来积聚啦、充足、八足有无、十足啦，安尼都袂计较。咱人拢是心无满足，你才会直接计较，你才会直接不如意。现伫原来这个天性，咱再来讲顺驾现前，天元本意是天灵，转咱清驾是心情。咱的心嘛，那元下有无？你得满足啦。今日咱人人拢有具足个本性，这个品质，所以讲咱爱是原来品质第一个。这是优秀的、优良的。显露是正觉的灵性，电波传达啊，这是咱的心。今仔我只有照着空气中的力，因为咱每一个人拢会当开着你即马这个心门，就是脑海中你的心浮啦。这才是咱天灵的本性，上界古长，咱这个元神呐。只有安尼来表示，咱才会当永远健全。啊，若无哦，你的心一定欠一角，离一芳，有一个必顺有无？你都袂满意啦。是咱这条青天的灵气，爱咱行是顺咱的心性啊，去掉万恼烦，恼烦，这就是烦尘啊。这就是咱所有的污垢啊，是咱即卖咧讲，这个油结冻啦，啊夹到规个鼎，我咧洗袂清气啦，啊伫遐气心露命就对了。是咱要离开着遮个心无平静的，伊会害咱心愈来愈乌，愈生气，愈兴奋。安尼，这就是咱即卖咧讲的连结啦。今仔日，咱是要将着这个连结，一天一天改这个火下掉，安尼咱才会轻啊轻在啊。啊，你若愈生气，啊，这个火就愈低。伫你即马咧在这个路顶，你的力就出愈济啊，消耗就愈紧。是咱有这条正天的本性，要来看到咱现主时的灵气，世间就讲心内底这个脾气啦。咱的脾啊，有消化啊，无消化啦。
你所有制造出来是香的，还是臭更加臭的？像咱人是爱香味的嘛，每一个拢相同啦。你要讲入这个歹味有无？一定要过生活嘛。你直接摕菜叶的时阵，一定要来领薪水的嘛，安尼才完嘛。志工无可能讲你逐工要伫遐志愿要做的啦。啊，所以讲志工头伊嘛当时也会讲啊，相换轮替。啊，这是常理啊，真正常的道理啊。是咱这条青天的心，咱再来讲顺家现主事的心。现路是能发界，爱咱看现是心路性。有咱这条青天的灵，因为我爱是这么啊顺的灵气，世间只有行清家己的心性尔，今仔只有这个心的力量尔。你这个力要补补啊，啊是这个力要下好伊中途，啊是力要好伊下到真重力，是咱的心去决定嘛。是咱这世间这个人生的生活路甲道路，你去选定嘛。现伫灵源本意，这才是咱随着清净咱的本性。灵源是现世应，转咱归则是天灵，合咱一点灵魂的天意。这点灵空只有灵性，显露只有咱的天命。是咱归元现主时的心，放一瞬咱的灵气，抓定在世咱的心情，咱才有母娘这点气，予咱运啊。今仔运就是要做法，嘛是要予咱用的。这是咱个人你要用出来这种能量的力度呢。今仔我要强调，这个两个力量，就是咱的能量，因为言能的力量，咱甲简称叫做能量，啊嘛是你即马自然，互咱要讲的话，互咱要表明这个动作，你的内外春秋，这就是自然的物件，神甲咱瓦体，就是自自然然，超过咱人平常的动作甲脑底。这就是咱只要要进一步入来这个空间的研究。咱每一个拢讲会通灵啊，咱的灵挂拢有开啊，咱的玄门拢会出入啊。但是爱看你现主时的光啊近，远啊近啊。所以讲近啊是咱的梦想，啊是咱的想象力，你无法度去甲主宰，只有行到真远真深。才有先天这个能量来补给咱怎样要行这条破败的路啦。所以讲这条路是补来补去，咱路才会平。今仔你要做这事，渡人救人，你一定爱穿这公，这领公平、公正、公道的衫。这领衫是补来补去。你一定要发气势宏光的心啦，要穿济公的衫，就是这个意思啦。不是咧穿好看的啦，不是咧伫遐空空颠颠啦，倒来倒去有无？偏来偏去，迄个动作啦，是济公讲人靠不倒啦，伊才会当随着咱即马这个心意，照天恩人啦，恩化伊现主时。这个神，这个家啦，是咱来知影无形也照伊，要咱世间肉眼看会到的，咱才会当输入到心内底。这个无眼识的，这个智慧啦，世间离袂开到咱即马这个好心。好心就是你即马还佫有意识，还佫有照着这形形色色咧学的啦。你脱离袂开到这有形界啦，啊，这是上个简单的举例啦。显露是正天的本性，咱爱是行
向这么清的心，是咱灵源这点滴，是咱见到阿母啊这条心，得到清净的灵气，咱只有看见无形的心，这才是咱青天这点心，嘛是咱悟出现主时的灵。真理是天元的本性，教咱转，则是显露心。因咱爱是直通，无形界咱的灵气转过着清净这个顶端。伫清净中，你有当时啊拄到你这个心不如意，你也是有这个起伏啦。今咱只有净化顶端，所以讲我爱是这么清净，顺驾咱的本心。这是咧讲灵魂哦。甲咱每一个人，这个普通心是无同的哦，因为这是细过细，流过流，教过教，训练过训练，你才有今日这个心性哦。是咱咧讲灵魂呐，啊，灵魂是无形界、无形体、无形相的啊，无形物啦。所以讲，咱只有用虚空，咱只有用着清净，来表示着你这世人的心显会开啦。显得开就是怎放光啊，放光只有怎修法啊，来保咱较早会破怕不如意啊，是咱有这条清净的天，咱再来讲入定凡世间的心，有咱这条清天的本领，咱才会当见老母的心情，天元是灵天气，安住则是天理。有咱看现的灵性，咱再来讲顺加天净，是咱这条清净的天，咱才会当看母娘这么啊顺的性，净化的灵气，悟出着清灵，咱的本性，现伫咱的顺加这么净，是咱对着现主时。因为咱爱是现成的产品、成品，这才是咱度着现主时咱的心，这就是刹那间，咱的灵啊，有照着母娘伊的性质、性意，啊，咱行的顺时就对了。凡世间只有咱即马这个考试，你一个考，就知影你即马这个成绩啊，啊，成绩就是咱的身份。身份就是咱的部门，你有照安尼做无？这就是咱回到清净的天界。平常时啊，咱的信息显露一条正法性，度到这么稳的灵气，咱再来讲顺驾这条心，天元本意的天性，看现顺驾这条灵。我有这点灵魂的灵气，今日只有讲咱即马临场中，这个灵的性质尔尔。因为世间咱这个心若清，你一定爱倒转来这个灵的，灵伊才会当归咱的性。今日咱只有讲心神，神就是性，倒转来咱即马这个本质，这就是道。所以你若有道道性，今日讲的是大道的本性，这叫做道性。所以讲，咱爱记得，今日大道本自然，这是顺路的，这是天生的。咱这条心是自然的来的，是安尼，咱才会当讲通灵，活伫在世间，咱的处用。因为这是咱的天元路性，每一个人拢具足的，咱的本性，现伫清净这点性，咱爱落到这么顺的本性，咱的身躯拢健全的，拢健康的，所以只是咱这个心态，心态你才有这个动作，你才有这个表情，你才有这个情绪。说到你的内定，即个真心，
咱这个真心才会当讲咱的善良的话，表明你这个话内底，这个性是柔情的，是真正咱会柔和这个情意的。所以讲，咱代表母娘的话，代表母娘伊的演技，当然是柔和的，是柔顺的，这种表明的意思。这是咱即马咧讲的灵性，心内底这个表情，发射到咱这个身躯外口这个情绪。所以今日我用到这么啊单纯，这就是咱的天元灵性，不爱复杂，咱只要真心，外国之处，这则是咱见到清净，咱的本意，要学到老母娘娘的原性。这才是咱的宗旨啊！这才是咱的庄严福本啊！献伫清净这点气，增长咱的脑智。这才是在世间咱的本性，因为人是动物中禽兽中，咱这个脑上界脑中的，是咱怎样要行？咱做人这个中脑上界悬的智慧。上界长咱的想法，这才是咱清净的天理。在咱做人成长这个元气，现在咱顺家真温和这个心内底，这是咱回到灵气。每一个人行出着清净的心，现到这么顺，咱在世会灵修灵感。好啊！
いないやおいやいないえれへおいれいれへえおいおいおいあいなおあいえれへあいなおあいえれいれへあおあいえれへえええええI'm not a boy.